就有啲記者問我：，喂，你而家落咗鑊噶喎？咁就落鑊嘅意思即係煮啦，係咪？嗱，我嗰陣時嘅答法就係咁樣嘅，我就話你鎖得住我嘅人，鎖唔住我靈魂。我覺得好簡單，今次嘅判決，無論係由拉人取證。到到法庭的判決是凸顯了一件事，就是反對政府是要受到懲罰，反對政府的權貴要受到懲罰，反對的權貴級別越高，刑期越長，就這麼簡單。各位，我榮幸終於在我的身上，他說要炒我，煎我，要炸我，我不相信香港人是會屈服的。我對自己被判坐監毫無悔意，因為我看到第二波經濟就來要來了。我覺得我們五個人是為香港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說我們是要打倒第二波經濟，
我哋嘅進入，我哋嘅發言就係顯示我哋絕對唔會俾佢洗腦，唔會認同佢嘅價值。我哋做嘅嘢係侮辱咗佢，侵犯咗佢嘅尊嚴，而侵犯佢嘅尊嚴嘅下場就係我哋攞得三個禮拜嘅判刑。而喺呢一件事上面，我相信我同鄧建華同埋其他嘅被捕者一樣，我哋今次雖然係用個人嘅自由犧牲咗，但我哋希望換嚟嘅係更加香港、更加多嘅香港人嘅自由。我哋希望更加多嘅香港人係因為呢一個係保機制，因為呢一個嘅判刑可以企出嚟去指正翻而家呢個荒謬、被扭曲嘅政治環境。我哋香港人而家面對俾人剝奪一重一重嘅自由，我哋而家冇我哋嘅言論自由，我哋而家冇我哋嘅集會自由，而我哋被諮詢嘅自由都俾人剝奪埋。呢一個仲算唔算係我哋香港嘅地方？喺嚟緊，就算係我哋面對住呢三個禮拜嘅判刑，我哋都唔會放棄，我哋會繼續堅持喺24號嘅晚會同埋25號嘅集會，去要求選委去杯葛呢一個嘅特首選舉，去還香港人呢個立即雙普選嘅自由。我哋唔會因為今次嘅判刑而屈服而氣餒，我哋相信我哋做嘅嘢係為咗香港未來、我哋嘅下一代甚至以後嘅香港嘅發展而著想，亦都希望各位藉住呢件事。要求立法會去否決呢一個替補機制，唔好俾呢個替補機制落實，去侵犯我哋嘅自由。而接著我哋嘅工作就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已經進入咗呢個白色恐怖嘅情況。呢一個嘅公安條例係不斷咁樣用嚟打壓我哋嘅示威者，用呢個所謂嘅John Enterprise 去檢控我哋，希望將我哋呢啲企喺政權、企喺專裁政府嘅對立面嘅人，逐一消音去滅聲。我哋絕對唔會令到當權者去如願以償，我哋會繼續為我哋嘅相信嘅理念、為我哋嘅民主而繼續發聲同埋行動，亦都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唔好妥協，繼續行呢條路落去。我今次判咗係三個星期嘅，咁樣我只係喺嗰個會場入面咧，只係嗌過啲口號同埋上過台，並冇做過任何嘅嘢。咁樣嘅判刑根本係一個政治嘅打壓，係想威嚇我哋嘅一般嘅人，唔好以後再出嚟有嘅。做一個示威抗議行動，我呼籲大家繼續行出嚟做呢個示威抗議行動。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抗爭到底，抗爭到底。好啊，我都講幾句啦。我哋而家被到佢受到呢個法律嘅打壓啦。我認為所有的泛民主派都應該團結起來，我在這裡呼籲接下來的特首選舉，所有的泛民主派選委都要杯葛選舉，不要進場投票，白票也是不得。我亦都呼籲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何俊仁都可以公開呼籲團結泛民主派的選委，不要進場投票，因為投票就是